华为智慧屏自诞生以来就一直推动行业的智慧化，各种智慧功能更是让大家大开眼界。可以说华为智慧屏拉开了次时代电视的序幕，令消费者获得更好的观影体验。这次我们拿到了最新款的华为智慧屏 V75 Super， 让我们随着镜头一起了解一下它有哪些 Super 的地方吧。首先就是 Super 画质，这次华为从背光入手，带来了华为自研的鸿鹄 Super Mini LED 精密矩阵背光解决方案。 V75 Super 的75英寸屏幕下居然放置了46080颗 mini LED 芯片，在明晰控光 Pro 加技术的加持下，能获得千万级的超高对比度以及最高3000尼特 HDR 峰值亮度，从而带来更优秀的 HDR 观影效果。说了这么多，还是播放点样片，看看实际表现怎么样吧。打断一下大家欣赏样片，细心的观众应该发现了 V75 Super 的画面发光非常均匀，并没有一些 mini LED 产品上发光比较散的情况。因为 V75 Super 应用了华为自研零 OD 技术，包含一整套分区背光控制方案，例如精密板及混光结构，能让光线经过多次反射实现均匀混光，经过整机 driver 校准之后能获得90%以上的亮度均匀性。这些黑科技都能带来更优秀背光均匀性，让我们在观看一些动态范围变化大的影片时，既能看到暗部细节，高光部分也不会过曝，每一帧画面都是享受。同样 Super 的还有音质，这次 V75 Super 的音质上升到全新高度，继续和蒂瓦雷联合设计，升级到20单元音响系统，给用户带来万元级音响体验，开机即可用，不需要再进行繁琐的接线调整。接下来简单和大家介绍一下强大的20单元音响系统吧。底部两个中置声道主要突出人声表现，各有一全频加一高频单元，左右两侧为发声主力，自然就用上了两全频加一高频的最强配置。强调空间感，凸显宏大场景的则是环绕音和天空声道，各有两个朝外的全频单元。喜欢看大片必不可少的还有重低音效果，这次 V75 Super 就升级到了6个发声单元，有2个主动单元，2对无源辐射器，而且发声单元尺寸还放大到了5.25英寸，重低音更加震撼人心。4+6+4+6合计20单元组成的强大的音响系统，赶紧来听听实际表现吧。除了画质和音质全面升级，智慧功能也是华为智慧屏的一大亮点。畅联通话搭配2400万像素 AI 慧眼，能够轻松和家人朋友视频通话，随时都可以进行电视线上聚会，联络感情。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身体健康，锻炼成了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，全面升级的运动健康功能就很合适啦。无论你是入门新手还是健身达人，都可以在运动健康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健身课程进行锻炼，健康唾手可及，还有很多智慧功能，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。最后来看看 V75 Super 的外观设计，相信刚刚观看影片的时候，大家也都注意到了 V75 Super 采用4面展全面屏设计，对比于传统边框的观感会更加舒服，让画面看起来更加沉浸。一体化的中框非常顺滑优雅，圆角过渡，侧边和背面无缝衔接，不仅好看，还能更好的保护屏幕，兼顾实用和美观。高端新合金打造的冰刀式底座，既坚固又轻盈，视觉效果满分。华为 V75 Super 确实不愧智慧屏之名，不仅拥有强悍的影音体验，还有各种不同的智慧功能，突破限制，给我们的客厅带来更多的想象力，想给家庭带来更丰富的次时代体验，有它就够啦。